潮流就穿 Number One， 做自己的 Number One。本节目由潮流服饰品牌 Number One 独家冠名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、大神版等超多衍生。本周蒲熠星、史卡，怎么说？哦，今天看来是非常优雅的一天。黄子弘凡、曹恩齐，这太宫廷范儿，太贵气了，好吧？还是没有变，还是没有改变。火树，像什么舞会一样。文涛，顺利汇合，大神团成功集结，开启本季首个副本世界。本次主题，大神团化身探险队成员。你带了什么道具了吗？对，我这有个项链。哦，海马。这不是海螺吗？哦，螃蟹，我这是个螃蟹，螃蟹，章鱼是吧？章鱼，好，我的是一个那个灯笼鱼，小丑鱼，嗯。石凯额外赢得荧光手环，众望所归啊！哎呀，感恩感恩的心。由文涛担任队长，他是队长，队长他有身上我们所有人的元素。应展馆的参观邀请，大神团将前往深海博物馆寻找海路图的线索。前不久，一艘200年的沉船在魔鬼三角地带附近的海域被发现。根据船上的航海日志记载，该船当时穿越了三角地带，并绘制出了详细的海路图。你们想借机找到海路图的线索，注意，只有完成任务才能存活。又是淘汰人，我怎么能活？又是淘汰人。博物馆内到底存在怎样的秘密？大神团会遇到什么危机？他们又能否顺利寻到海路图，完成最终任务呢？带好了吗？带好了。走，我们去解一解。走走。13级台阶，又十三级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嘿，哎呦，好空旷。Hell no！ 进家了，进房了。走走。三台阶，六个。三四五六个。暂定。暂定。说不要抓着啊！要分开，又分开了啊！又分开。哎呦，杀了我！不是你还好，你还有这个发光手链，我都没有。石凯，你负责救大家啊！不是，我救大家，大家就开摆，开摆，使劲跨，使劲跨，哦，对，往前跨，好，坐，哦，有什么？哦，你走了，使劲跨，哦，船啊，哦，船，好像还真是个船，真的吗？我估计要往前开。有水吗？ Holy！ 有水吗？有水。啊！这水不是正常的水啊！这水是血！这水里面有东西。完了呀，兄弟们！完了呀！啊！不会坐海盗船吧？不会是什么激流勇进吧？这是什么长沙什么游乐园吗？这高度真有可能是激流勇进，高空深海。嘿，郭老师啊，全是针对你呀、啊！郭老师加油啊！那太恐怖了！啊，又要被带走了。这儿吗？肯定不会动吧？他这样做吗？都走了。哎，以后能不能先带我呀？我不喜欢最后一个人。有人吗？这里？这里有人吗？
哦。你在这里干嘛？没人带我走。这里坐。有人跟我一排吗？我。不对啊，我这是最后一排啊。我不在你旁边吗？啊，咱俩一排。阿普文涛一排，我火树一排，你们俩一排。好。好。害怕。现在请每位玩家唱出一句不带海字但是带有海的元素的歌曲。不带海字但是带有海的元素的歌曲，那就是带水就行。我先唱啊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。好，过下一个。那我唱一个吧。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。哇，唱歌的腔调跟平时说话不太一样啊。对啊，哇天，不一样。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我想到一个啊、那个那年夏天我陪你多在、可以吧，我下一句不唱。这一大片宁静的哎，我没唱啊，我没唱。好好好，过下一个。还剩一个啊。海，你只要刻意避开有海的那句词儿就行了。敢听我敢听我宫廷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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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。天天天天天在下雨，我说爱你。这是什么歌呀？对啊，这是什么来着？小螺号。玩过去吗？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那个。澎湖湾那个。澎湖湾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曹鑫，你这个唱歌有点厉害。你这个唱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请大家摘下眼罩。哇！哇！欢迎来到深海博物馆，失踪200年的巨轮，深海出现。窥见真相，祝您观展愉快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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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真人吧？真人。这都是船上的船员啊。左边有啊，左边有啊。本件展品为探索者号的复原模型。探索者号为三维蒸汽动力帆船，它于 MT1823 年从博尔城出发，两个月后就神秘消失在远航。这个，直至今年年初才在海底被发现。救人，救人，小心！
船上发现了一具有解剖痕迹的船员尸体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尸体保存十分完好，竟无任何腐烂迹象。保存很完好，开始破案了。就是船上的尸体不会腐烂。船上还发现了一些染血的衣服和武器。根据船上的航海日志记载 ，MT 1823年四月二十日上午10:30，探索者号撞上了暗礁，触礁了。而这一切似乎都与传说中的海妖相关。海妖，听说听着海妖唱歌，人就会疯。你把我吓到了，你。真人，真人。2023年，哎，这个能怎么样一下吗？啥意思啊？这个叫转那个哦，这有个日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到之前了呀？我们是不是到1823年了呀？哦，对，就是那200年前呢，我们到了，到两百年前的4月20日，我们就可以破解2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哇，哦，这都是木匠的那个，对，就是铲那个管木头的，对。哎，这里有我们的照片，为什么？黄老师照片啊，主要都是黄老师。怎么全是黄老师啊？这是安吉尼尔的房间。为什么有我呀？这是这个船是安吉尼尔造的吗？这个空间是你的，你是船上的安吉尼尔。你弗兰奇，你是？对，弗兰奇。那你肯定知道这里的密码，安吉尼尔。啊，那我已经丧失了那会儿的记忆了呀。Hell no！ 哎 ，Hell no！ 啊啊！我有武器，帮忙！
请进，请进，进进。别请进了。那是那个我吧？那是那个我吧？我来了。那是你爸？我不认识他。一个八爪鱼的一个怪物，那不是你的父亲吗？八爪鱼。唐琪他爸，别搞我。等等等等，哎，是不是要过去？过去哪儿？哎。哎，终于有人来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在这被关了两天了。两天？你是游客吗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啊？我睡着了，不知道谁把门给锁了。快放我出去！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是船员还是游客？我是大富陶德呀。他是大富陶德？你不记得大富陶德？你不知道大富陶德吗？你是谁啊？你安吉尼尔火。木工，这里是你的工作间，你应该知道怎么把门打开的。你知道？快点说出来。他们叫你什么？我叫我什么？你叫我木工啊？木工，我叫木工。专心一点，快开门。哦，我是这儿的木工。专心一点。哦。开始解谜。这上面有数。哪儿？要输密码吧？数字肯定有关系。这个应该就是开这个门了，这就有数字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英文字母。哎，它就正好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几个数是吧？对，这是几啊？这是几？哪儿？一二三四啊！这个是一啊！这个五中间这是个啥？四和反转的七，这是一吧？一的斜的，一的斜的，对。不是啊，这个不是六啊，这个是怎么它都不是个啥呀？这个、是九。它这样翻面，对，它的反，它的有镜像的，还有上下颠倒的。还有一个二不应该是最简单的吗？那单独的一个二代表啥呢？我在想，二是完全正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这个笔来，等一下。哦，它这个正反是不是就是表示什么角度？就一得弄成这样吗？这个一六得冲下，哦，对，一在下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六在哪里？但是这个在上啊，在上，六在上，那再扭一圈看看呢？啊，六，然后转到这是九，一和六朝下弄不出来啊，关键一朝下就是六就朝上了，哎，弄不出来啊，但是。这上面有字母嘛？有什么 M， 有什么 A， 有什么 S， 哦，有什么 O。阿波茨德欧夫沟。等一下，它是六位密码，对不对？对，相当于是，那就是每一个是相对应的一个字母。对，这个为什么能对应出一个字母呢？而且有的上面是一个，有的上面是两个，也挺奇怪的。哦。A B C D H E H， 就是从这个排顺序吗 ？A B C D H E F G G H H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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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，啊哦。每个数字都在一个数，都在大齿轮上。难道跟这个齿轮的齿数有关？齿数都是十二个吗？每个数字都在大齿轮上。齿数都是十二个吗？什么东西是十二进制的？时间、月份。然后快速的用月份的英文字母带入了。月份 April。
是 October， March， 哦，哎 ，November， 确实，哇，六，哦，第三个取这个数字，取这个字母，啊，对对对，第一 C， 第一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来个笔，我去 ，May， 这不三吗 ？March 都可以 ，March， 这就是三嘛，这就是五，三月、五月，对吧 ？April， 然后 August。这是 J 是吗？对，他是勾啊，三 July， 这是 July 吧？三个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是七月 ，July， 哦，所以这个是十二个月份。对对对。这个把这个门打开。一对应的是六月，对。二对应的是五月，三是七月，四是十二月。九月、五月是二月，二月、一月，六、五、七、十二，六月，六、五、七、十二，二一。哦，哎，它会不会还这是不是真的是图形啊？一月是 J 吗？它把倒过来那是 N 吗？M 吗？那四是 D 的话，那就是两个 B 了。两哦，那就是 B 了，是吗？是这个思路吗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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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勾是往这边翻的，它应该是这样嘛？一倒过来是这样嘛？啊，是吧？对啊。六倒过来也是这样嘛？是吧？不不不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一不是，勾是这样的嘛？那上下颠倒应该是这样的呀。然后六是旋转的倒。Y 是 Y， 是 Y。六反过来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一，正反的一，不是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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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哦，两个 X， 嗯 ，X， 这不是以前数学老师画的 X 吗？左一个括号，右一个括号。二是 M， 直接 M， 然后四是 B， 四 B， 五是反过来的 J， 对对对，那就 E 呗。然后又是一个 F， 里面有个四，还有一个四，还有一个一，还有一个斜着的一，反过来的勾，反正 Q 哦 R， 对 R Y X M B R Y 什么 Y X M B R 什么 Imber 什么意思啊？咱每一季一上来都要来一个这么绕的题是吗？这题好难，就绕了三四步的，每一季上来都是一个。Y，X，M，B。错了吗？错了，可能画错了，不是 Y 啊。一六反过来，这是这一六反过来，它这反过来是这样哦 ，T 第一个是 T 哦 T 啊 T 是 X， 第二个 H 吗？三这样，然后下边是两个 I 大写的 I 大写的 I Timber 来说一下B 一二 M B 一二。哎呀，哇，好高、哦！干得好，伙计们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们的船昨天晚上进入了三角地带之后迷路了，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赶紧找到出路。咱现在这里面有怪物，安静。怪物这个词不要再说了，船上没有怪物，没有怪物之词，记住。这一路上我们船员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我现在要去那边看一看。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我们你们小心一点。对了，如果你们看到船长，千万不要说见过我。我们要走吗？我们不一起去吗？哎，他看流门了。你们注意安全。
他说什么？要跟着他吗？小心一点哦。通往更衣室。我们跟着过去。他说让我们小心，真的小心一点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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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别搞你黄子，咱大家。哎呀哎呀哎！咱大家哎！哎呀哎呀！你们几个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木匠，我是这边的。对，你们穿的都是什么奇装异服？赶快去更衣室把衣服给我换了。更衣室就在走廊尽头右边，快去，快点。好，我们去换衣服。我们换衣服，我们不去。手环呢？你的手环呢？啊 ！Hell no！ 更衣室里面来人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都舞起来了！海妖，这海妖啊，唱歌的海妖。Mother。我叫黄许郎 ，My name is 黄许郎，我是水手，我是 Please 操作员，操作，我是厨师，我是船医，我是木工嘛。哦，这是我们的储物间。哦，我们还有衣服。有啥东西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绑在头上的麻药。你是海妖，你是在船上做这个的。刚才原来是你呀、啊，那个是你的家族舞蹈，是不是？一直在那。没错，那就是 my mother。Your mother。哎，哦，你还有电力圈。大富陶德真是个英勇神武的男子，开船技术那叫一个绝，而且他正义感超强的，我要向他学习 ，respect。我们终于穿越了魔鬼三角地带，海陆图我画好交给船长了，他反手给我一个 nice。海陆图给船长了，啊，去船长那边是吧？哦，我们现在去船长办公室是吧？对，都要走一遍吗？好，走，兄弟们。Go！
根据船上的航海日志记载 ，MT1823 年四月二十日上午10:30，探索者号撞上了暗礁。为什么阿普他是什么？阿普他是我怎么？你们一个个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！船撞礁了，船熄火了，船熄火了。白将现在大发雷霆，我这要去检修，你们现在赶紧去备用锅炉房启动备用发动机。锅炉房备用发动机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启动完备用发动机之后，赶紧找船长汇报，听到没有？锅炉房，锅炉房在哪里？锅炉房，出门左转，下层就是锅炉房，快去啊！撞礁了，撞礁了！快去！启动备用发动机。上方平台操作。这啥呀？朋友们，这个杆子是要让我们爬上去的吧？哦，这有一个日志啊，有一个巡查日志，来看一下。那些 A B C D 巡查员，什么前面都是巡查状况，从1月22号一直到4月9号都是正常，然后4月11号是返航的第三日，小 B 说。小 A 突发癫狂，你是小 A 吗？我叫黄许郎。不，你挺癫狂的。携带锅炉门钥匙意外跌入海中，不幸身亡。然后4月15号是小 C 说的，小 B 突发癫狂，被送至医务室救治。就是小 A 掉到海里面死了，小 B 癫狂。我觉得他们突然癫狂，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那个锅炉房受了一些有毒的污染？朋友们，然后得病了。朋友们，来，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，王泽？上面有一个奇怪的区域。上面有个点火字，上面有备用发动机启动指南。我们要上去，拿个杆，摁起。好好好，我先码杆吧。我们就是得站在这儿。哎，小心哦！它是海盗船，两边的重量可能要平衡的。哇，这是在天上，朋友们，我们要拿工具。我知道了，来，搬运，走，你小心，没事，你小心，别动，没事。哦，没事，我先把工具拿了。备用发动机启动指南：一，在操作面板上输入正确指令，开启锅炉盖；二，按下平台上方点火，也就是我后方那个红按钮；三，站在平台上，拉住两侧隔壁上的拉环，使两个锅炉一直保持敞开的状态；四，两边将自动输送煤炭，每次3块，夹起所有的煤炭后才能继续输送。五是轮流向两个锅炉投掷煤炭，一次只能投入一块，共投入10块煤炭即可启动备用发动机。备用发动机启动后，请主动报告船长。哦，先一步一步来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启动备用发动机要在操作面板上输入正确指令，将锅炉盖开启。输入指令，绿灯正确，按开启键；红灯错误，重新输入。操作板长期未使用，自动恢复至初始状态。输入指令之后，
那指令是什么指令呢 ？Be careful。好懵啊！我现在有个人想下来看一眼。那先下去看看。Be careful， 怎么就 be careful 吧 ？Be careful， 没有。那 be careful 是啥意思呢 ？Be careful， 小心。你看这上面是九个字母，其实哦，对，这上面也是，下面也是九个字母。然后这个一个东西，然后掰一个状态，它对应上面一个字母吗？难道是？那就是它的位置和它在上面的字母同时表意。哦，那就是 A B 相当于只差一个 ，E F 只差一个 ，D C 只差一个。降调是调，一百多个字母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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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 在下面 ，B 在 F 的前面嘛 ，B。A 在前面 ，O B Q R 下面 ，E 在这个上面 ，F 在 E 的这个上面 ，H T 下面 ，L M 也在上面。哇！上面的人听听，好，开启，开，怎么说？开启，还得有一个人往里放煤炭啊。啊，那我上去，那你上去，拿个手套。兄弟，点火！等他上来，等他上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我站上去玩吧，你们俩先站到两边，平衡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我这个是把那个一会儿要拉起来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是用来把下面筐里的煤炭夹上来用的。好，开了吗？点火了吗？我们现在点，你让我们按开启键，我们就按哈。我说按你再按，然后我这边要按点火。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好好，来，我们听指挥。我先把这些煤炭都夹上来。OK， 差不多了，你站好。等一下，先把他们煤炭全部夹给你。不是啊，没开始你夹什么煤炭？我没有放进去啊，因为你煤炭往里放了，你要先夹回来啊。是开始之后才会输送煤炭，你现在哪来的煤炭？煤炭就在下面啊，这里有几个，这里有几个。那你按它的顺序来嘛。都能夹，你先夹。不，我们按顺序来，好不好？就是，他说的是，按点火这边才输送煤炭，然后再夹，然后再扔。行，那你点火吧，来嘛。那现在点了，下面按吧，下面按吧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上去看一下吧。怎么上去啊？这就这么上啊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们在工作。按了，点火，点火。我按了。好，里面点火了。然后呢？你先把煤炭全部夹上来。OK。然后你就 keep 把那个拉环拉住。好。哦，你们这个是跷跷板是吧？你们这个是？这跷跷板真好玩。上去吗？你想？我们应该都要上去。那上去吧，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样子。哦，那里没有煤炭。对啊，是要往里丢煤炭。哎，好好好，平衡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它怎么拉开呢？一会儿我们拿那个环就能拉开，然后我们俩会同时拉。OK。他说一共扔十块，现在有十块吗？就是每次两边各三块，然后都拿起来之后，它才会继续传输。然后我这边就往里扔，扔够十个，每边扔够十个吧。一共十个吧？哦，一共十个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个有点不好接。好，可以来，先下去吧。哎，我不在这上面。哎，上面待着挺恐怖的。这下去了怎么下去？就翻过来。怎么上去了？怎么下去？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反过来，你这么下有点危险。胡老师捏得绷紧。我是，胡老师，你当时怎么上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加油！我在这儿看吧。你先拉嘛。他在两边同时吧。你往那边，你往那边，你往那边。好好，哎哎，可以可以。哎哎哎哎哎哎，你不能到底哦。慢一点啊，好好，走的时候慢一点。可以，你先拉这边，然后看我这边扔是不是好扔一点。
啊，你能扔进去吗？哇、哦，怀也漂亮。哇、哦，投手啊！该那边，该那边。哎，够了够了。该黄子那边了吧？要两边。轮流投，像两个锅炉投掷煤炭。轮流投。哦，对不起。还没搞懂呢。那还可以再上来看。对不起，草率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们算投进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按规则投，直接会作废。他就从这从头从头来。一个关就会熄火，对，那还是得有人专门负责拉。没有，他们就先把煤加上来，然后就一直拉着了就可以。可以，好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煤炭来了煤炭来了。等我先这边我先搞了。哎，你要不用这个？哎，直接伸进去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直接用这个往里伸，你试试。不是，你伸，你最后那一下你劲儿不好使。你试试嘛，这个我觉得肯定能够得着啊。给你吗？你就夹住，然后往前一送。没那么长，还不如手扔的准。黄子，你往下走一 点。啊，我下，我已经非常下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Okay.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把所有的煤全部捡的放在这里面啊？对啊，那能不能每一次多出来点煤呢？我也希望，就是它这储存量多一点。我在这里囤20颗煤。对啊，囤够了再扔。怎样可以让它多出煤啊？哦，夹起来它就会继续传送。那我们先弄煤吧。先夹煤。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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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一口气在这边夹20个煤，然后你在那边夹20个。来，一。这好厉害哦！哦呦，这跷跷板真好玩。对，我也要玩这跷跷板。你去啊，那黄老师先上去玩会吗？黄老师替我，你就站文涛后面。怎么弄？我怎么替你？就直接上去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就站在文涛后面看。对，你保持平衡就行。你把腿岔开。你把两个腿踢到两个墙面上，这有20个了吧？命中率50%，可以。来来来，50%。好，平衡。OK。哎呦呦，平衡。哎呦。OK。你们俩都往中间站就行。我往中间站。我点火了啊！来点吧。来，点火。哦。或是你腿岔开。我给你们保持平衡啊，我在这儿。好，漂亮，一个。没事没事。还是抛。二而已，他怎么顺手怎么来。二。三爷，孩子，好，孩子，孩子，哎，有进吗？哎呦，好，6个，还差4个，越来越熟练了。四，好，准备下去。慢点，哎呦，哎呦，弹出来，吐了呀，没中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没人负责篮板吗？我还不如这么扔，我感觉扔嘛，你想怎么扔怎么扔，只要能进，想怎么扔就怎么扔。继续，我有信心。对不起大家，没事，这有啥的？什么意思？下煤炭意思就是看不起我们，觉得我们还需要。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哎，是。OK， 各唱一个。你的手现在脏的。
忍住啊，忍住，忍住，别松绳，别松绳。别松绳，别松绳。你的手现在脏的真是。忍住啊，忍住，忍住。我们下去吧。One more, one more. 完成，完成，完成。OK, OK, OK.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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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。然后我先出影。来来，出出出，你们出。哎，我觉得皇子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得给他取两根棍。对，对、啊，那我就把这三根棍全拿走呗，这三根。哎，你都拿了吧，我就住上面，行不行？不，你直接一个在这软的跳下来，直接。哎妈，哎妈，哎哎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你来真的？我藏起真的过河拆桥啊！过河拆桥，我搞不了过河拆桥啊！团长办公室肯定往那边走吧，跟团长说一下吧。我叫什么来着？操作员普里斯。我叫，哎，你猜我的名字？我叫实话。我叫嗯嗯。走，黄子。走。我叫黄许狼。黄许狼。哦，这长长的走廊，我觉得会出事儿。赶紧去吧。团长，团长，我们那个备用发动机。小声点。操作员普利斯向船长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们那个发动机给发动了，我们已经把发动机切换成备用模式了。船长现在还在气头上，你们千万要注意，小声一点，不要惹船长生气了。好好好好，是。你们怎么称呼啊？那我们点惹船长生气。小声一点。他们不自我介绍一下这人，太没礼貌了。不要惹他生气，我们要哄他开心。小声一点。想起来在哪是吗？哇！这团长打不过，欺负人！废物！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团长，我错了，团长，你饶了我吧，团长！怎么是他？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这不是南路虎吗？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保险箱的钥匙你都看管不好，保险箱钥匙丢了。船长，那个钥匙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船长。里面的东西如果丢了吧？别打了。啊！到时候我们的船就要在里面流浪。找不到方向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到时候你有几条命，你都不够抬的。来人！来人呐！来了！我来了！来人呐！我以为说我们是那个。给我丢到海里！委屈！别饶了！不喝了！别饶了我们！不喝了！别饶了我们！别饶了我们！外面的人有事进来说。那我们进去。进去啊，进啊，敲门吧。船长好。你好你好船长。把椅子扶起来。哎哎船长。
放正。操作员普利斯向船长报道。态度不错，站成一排。听说你没有事情要向我汇报是吗？报告船长，发动机已启用到备用模式。干得不错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个废物你们都看到了吗？没看到，没看到。那个废物的职责是负责看管保险箱的钥匙。哦，保险箱里面有海路图。海路图？如果没有那张图的话，所有人都会死。都会死。你再接我话试试。我记得这张图当时是火热啊，逃脱，还有普利斯以及恩恩一起设计的吧？恩恩，对。还有别的方法能打开吗？报告船长，暴力拆卸什么呀？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要你们把它打开，我要拿到海路图。实话，哎，过来，快去，船长叫你呢。我记得你当初告诉我要把疯船员的检验报告拿给我吧？哎，报告呢？哎，报告在检测中。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，去用医务室给我拿过来。我希望十分钟之后，我的桌子上面能放着检验报告。听到了吗？陆队，小石一定完成任务。听船长的，誓死保卫，加油！你们几个想想办法，把那个保险箱打开。好，上，动手。爆脾气！哎，看着消消气吧，消消气。哎呀，你给我等着！去哪儿来着？哎，我去哪儿？去医务室，医务室，快快快！快去快回。那医务室它在哪儿啊？这医务室它在哪儿？就这个吗？这保险箱？这保险箱哪有钥匙啊，船长？这儿感觉有个东西可以弄开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，这个是啥？这是磁铁吗？还是磁铁？哦，吸上来是不是？有没有用啊？还有什么能用的？还有什么能用的？那有个东西，那有个东西。哎，这边有没有孔？这个有孔啊。磁铁是不是用在这里的？那边有个什么球，把它要拿出来。我们要让这个球是中间有没有一个出来的地方呢？对。哎呀，这个下面有洞。哦，要让这个球穿到这边来。哎，这磁铁，那有个东西，这个有孔啊，这个下面有洞。哦，我我们要调整那个球筒的状态，要让这个球穿过这三个球的孔，然后到那个孔下去。对。可以，把这个球倒过来，漂亮，可以，往这边弯，往这边。一个过去以后，它这重量就会有倾斜，有点难啊。试开开始了，是不是进去了？哎，漂亮！哎，过了，好，可以，把这个球倒过来，对吧？漂亮，可以。救我！啊！
响了啊！刚才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美杜莎，那医务室它在哪儿啊？这医务室它在哪儿？医务室在哪儿啊？哥们儿，石凯，石凯，跟海瑶结婚，他就不会伤害你了。跟你妈结婚？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关系？不是我妈。哎呀，你别搞了，我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船长，出事了！船长，出大事了！你要是再这么慌慌张张的啊，我就把你丢海里喂鱼，有什么事快说。别又有传言说那个怪物了，我们是不是被诅咒了？你要是再这么说话啊，我们一刀划了你。大陆船长这边，你们几个把保险箱给我打开，听到了吗？船长慢走，没问题。慢走，小心地滑。你们几个，好好看着他啊！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听到没有？团长说的话。那我还去吗？你去啊！作为船长的助手，我命令你十分钟之内把那个……你最好给我把脚拿上去，我现在在火头上呢。别生气吧。不要，他顺着这边走。不是，他也吸不住。哎，这个人拉出来吗？哦，他有一个大的幅度。哦，慢点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哎，过来了，把他弄在这儿，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。对对对，让我慢点。哎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开了，等等等。哎哎。哎哎，我啊，都过去了。哎哎哎，可以，就这样。我们现在把它转个向。哎，过去了。哎，吃了，可没事。吸不住。我知道，它太厚了。前拱进气。不是这两哥们儿摊着，他到底让不让我去啊？实话是吧？哎，赶紧去医务室。医务室在哪儿？这边走廊右转，再左转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赶快的！他们要吓我。这环有毛用啊！这环儿，骗我！这一会儿怎么走啊？等会儿，哥们儿别出来，我还没动呢。这咋走啊？你告诉我，请右转。赶紧去，别磨蹭！我就要磨蹭。赶紧去，别磨蹭。他还在门口是吧？没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比他快。黄鼠狼！刀！没实话去医务室。去不了。赶快的！我冷，哎。实话，拉链。
在这儿。怎么说？这里面有个哥们儿等我呢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怎么说？很简单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次我当 NPC， 你怎么克服的困难？怎么说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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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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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你就一直唱，你唱一首你觉得开心的歌，咱唱个好日子，好日子。我不惜一个版权。那你唱你的歌。不行，你看，你看那，你看见那儿了没？哪儿？哪里？那边没人。逛，你走到那儿就有人了。我帮你走一下，没人我再回来。怎么说？非常通顺，非常通顺。灯是开的吗？那灯是开的，那儿就直接在那儿，你直接一个箭步飞过来，然后就直接一个箭步过去。行行行，直接我给你指路。给你倒计时，三二一，过来！三二一，过来 ！OK， 看到没？那边。在哪儿了？柜子在哪儿了？在这儿。柜子在哪儿？躲柜子里，这儿。这是个床，朋友们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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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，赶紧。给我帘子后面，关好。我要把他们引开，你们出去后千万不要说是我救了你们，明白吗 ？Yes, sir。来抓我！来，来。我在这儿，来抓我！来，我在这儿，来呀、啊！喂啊！喂啊！哦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哥们儿，这，哎呀！哦，哎。咱们在那个隧道里，那个万年那个尸体，千年。等会儿。给船长的报告。哎呦，捂着了，着凉了，帽子睡觉了，你就这戴，哎，哎，怎么了？他不会是真船长吧？刚才坐那儿那个不是船长，在闹闹。反正就有蹊跷。翻过来，看到了，他们解剖了，对。哎呀，哎呀。应该是没什么事，我们揣测他有可能是真船长，对，有可能。哦，这鞋烂了，这鞋他这哎太可怜了，真船长鞋都是烂的。那你好好睡吧，哥们儿，不打扰了啊，下回再给您看病啊。哎呀，这柜门，给他复个原。走吧，这个箱子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没有吗？没有。这箱子是不是能用啊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
能把它那个转到侧面吗？把那个哦，对，往右转，往右转。哎，好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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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转了一点了，转了一点，好，斜一点。这还好，这可以抓住这个。别，我可以。可以，把这个球倒过来，漂亮，可以，往这边弯，回去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们把这个转过来，再，我操，中间中途就掉了。等一下，等他用劲给他撞进去。可以了，它得滚的过程当中才能，对，要动稍微动一点，那一点点动，一点点微调，先弄平嘛。第二个可以，要不要大力一下？有可能，我怕大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慢慢的，慢慢大。哎，你们试一下能不能叫我想拿一个东西把三个吃起来，说不定也行。长棍儿啥的，哎，我们拿这个当绳子把那个穿起来，有没有机会？我想拿个东西把三个穿起来，我想。好，来，胡老师你弄。哎，到第二个里面了，大力翻炒一下。我们先试一下看能不能从第二个里面出到这个。对。把它转上，哎，我可以通过这个转那个。对，漂亮。我可以通过这个球转那个球，要不先给它吃进去？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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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漂亮，漂亮，可以。好，再往前一点，然后。漂亮，可以，再往前一点，然后再往。哎，来，走，可以。太死了！刚才没有人受伤，这个球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样子，哇！还要出命吗？啥？又来了！平气水，哎，五位密码，五位字母密码。哦，兄弟们，我刚才发现一件事。在医务室躺着的那有一个被解剖过尸体的，也就是我们在船上见过的那个大高个。然后我把他帽子掀开，发现他也带了那个横头绳，我觉得会不会真船长躺在那儿？跟船长。现在这个是假船长，假的，有可能。船长也有横头绳。我这是推测。这个看过了吗？MT 1823年4月15日，今天船上又有人发疯了。自从一周前我们从那座岛离开后，船上的人就像着了魔一样，一个接一个发疯。船一实话告诉我们，蛇化怪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海妖，因为我们从岛上带回了金珠还有那个女人，所以受到了海妖的诅咒，无药可医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拿到两个报告，有一份报告是应该是原先的，他把它撕掉了。检验对象船员小 B， 病情描述全身溃烂，神志不清，伴有阶段性癫狂行为。诊断结果为长期缺乏维生素，体内感染海洋细菌，侵入大脑。从而导致身体溃烂和神经紊乱，然后下面还写了一个关于海妖的传言，我已经悄悄散播出去了。这份真实的报告一定不能让船长看见，被他发现我就完了。哦，所以这是假的，没有海妖，没有海妖，这份是假的，对，这份假的吗？其实你知道，病因是清楚的，就是因为船员在海上太久了，缺少维生素得了坏血病，对，还有细菌。哦，你散播出去的谣言就是说有海妖，有金珠，有女人。我散播出去是海妖消息。
是你散播出去的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真实的被船长知道你会死掉？我觉得船员生了病都应该由你负责，所以你要让海妖来背这个锅。不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让大家别去那个岛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去那个岛。那个岛上是有什么吗？那个岛拿走了那个金珠吗？不是，那个可能是你的谣言，你散的谣言。对，不是，可能金珠和女人是真的，但是海妖是谣言。那问题，我们先把那个密码打开好不好？我先把那个密码盘打开吧。这儿有一个钥匙，哥。哦，这两个陈列柜，这两个陈列柜，这一个陈列柜也需要钥匙。啊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，这几个瓶子。哎，老配方了，来喝。喝什么喝？这喝不了，这个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这个喝。别动，别动。有罗马数字，22。这是五，这是五。这个是七，里面。为什么要重新？哦，这下面有数字二。这个瓶子下面一。哎，是不是要把这些拿下来放哪？应该不是吧？啥时候拿下来？不是，你看黄色的二不就是这瓶吗？然后紫色的三就是这瓶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于等于，因为它这里面每个数字都不一样。首先是这样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它那个它那个，你说大于等于啊？说吧，等于那对啊。来，大家听火老师。火什么？火热，火热，听火热。瓶底那个是编号，然后那个上面呢，就是说几这个颜色的几号瓶子，然后每不一样的瓶子呢，它有一个不同的字，它代表一个不同的字母或者不同的数字，然后我们就得出五个字母或五个数字，然后就按这个顺序输进去嘛。那问题就是代表的那个是啥？就是它颜色的英文字母、啊、，yellow 第二个字母、啊，那会不会是什么？二的罗马数字上面，这是一个瓶，这是一个瓶，这儿还有一个瓶吗？三个瓶子。会不会？罗马数字四是由这四瓶组成的，罗马数字五是由这四瓶组成的。four 嘛，四是 four 嘛，对吧？哦 ，five four two， 然后 seven 这是，哎。出来了，好，来，哦，来，黄二是多少？黄二是 E， 紫三是 N， 蓝一，T， 好，绿一 ，E， 然后橙四是 R，E N T R，Enter。完了！什么？哎，什么都没有！完了，没了，已经被船长被偷走了，被偷了。那船长要来问责了，完了！那个怎么办？船长进来之前，咱们想办法补救一下，假装！哎！这个东西，把这个东西，把这球给他，把那球给我。不，把那个报告放进去吧，应该是。报告放进去，都是小石干的。啊？哎，石化，在。检验报告拿来了吗？哎，在。来。上面怎么说的？上面。在这儿报告。哎呦，船长，真太吓人了。别了，根本就解释不清。来，给船座让位。无法解释此病症，就是没查出来什么病吗？现在没查出来就继续给我查啊，直到查出来为止。好，什么海妖诅咒，纯属扯淡，纯属就是。保险箱打开了，海陆通拿到了吗？
海路图，海路图拿到了吗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负责拿报告。拿到了，对，拿到了，在他那儿。他拿走了。里面是空的，传染。你们站成一排，你们站成一排，别乱乱哄哄的。他们说你拿走了。哎，他们瞎说的。你去问问门口的，他出去过吗？他出去过没有？没有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团长不会伤害你。不是，你要伤害、哎、父亲。哎、父亲、哎。没兜。跟我说实话，打开保险箱之后里面是什么？酒瓶。有酒瓶吗？有酒瓶。酒瓶，这个有酒瓶吗？没有，这儿吗？啊！我要海路图，什么都没有吗？你没看到啊？海路图呢？你们都藏起来了。船长，海路图呢？船长，藏起来了。船长，是不是夏华姨是看管钥匙那家伙把海路图偷走了？啊，他也是。那哥们不是被人含下海了吗？给我丢到海里！喂鱼！他之前还看过牢房，会不会是受了那女人蛊惑，偷海路图的？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是不是，小图？很有道理啊！实话，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有道理啊！不吝啬，他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王林，王林，有道理啊！啊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呀？啊！我错了！你到现在才告诉我啊？你们几个听到他说的吗？听到了。那个女人现在在牢里啊，去牢里把海路图给我找出来，现在就去。啊，就去！走，现在去。哎，哥。牢里的牢房怎么走？在医务室后面。在医务室后面。哎呀，这条路我真的不想再走了。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吧？我感觉这个地。刚才我走过这儿，这有一个女人。Hell no！ 医务室。不是，医务室后面。哦，这儿吧。这是不是四角游戏那个地方啊？牢房。牢房。哎，女人，看一下那个写什么，胡老师，那儿写的啥？传言虚实，为节省能源，离开之前让我们关闭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有东西。哦，这有烧毁的信。烧毁海路图，愿意帮助我拿到海路图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船长对我的族人做了那样的事情，族人，你还是愿意相信我？那可能。在船长的视角，就是那个女人在蛊惑他的船员。不是，那女人呢？那人呢？牢房，等一下，牢房上的墙壁偶尔能看到一些英文字母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对，是他有那个投影。关灯，要关灯。他那个影子，但是估计得拨一下他的角度，拿棍子戳那个上面。哦，这个棍儿是干这个的。确实，对，搞一搞，搞一搞，是拿这个拨吗？二和 V 嘛，就是，就不同角度嘛，你拨上边就行，拨上边。哦，对，拨那个齿轮。对。
记吧，这是记，是吗？等下我你再往左一点，我拨一转，我拨一圈，这是记 V 吗？是，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记，就刚才那个。OK， 我再我拨过去，更像记一点，就是记嘛，记是吧？对，下一个，这是啥 ？S， 这肯定是 S， 它好转、啊。这是 E 吗？圈呗 ，Q， 哎 ，Q 应该是个 Q， 你别动这个，这个别动了。我等一下我把它拨成这样 ，OK。然后你把那个跟重合就可以了，我们。啊，就是个 Q。哎，你好，是您拿的海龟壶吗？怎么了？你是身体不好吗？他是缺少维生素吗？缺维生素的，你是？他可能身体不好，我感觉。这上面都是身体不好。我操，这是什么 ？G V， 这是 V 吗？这个，你看这个。哦，那两个是不是加起来是一个？这是不是 W 什么的呀？它是这两个结合起来。那两个黄的是不是一个字母啊？哦，对 ，W， 这是什么 ？D， 叶，啊 ，E 啊 ，W E， V， 这边是 W E， V， 同样的颜色是不是合成一个字母？对。恩琪，你这边是什么？哦，我这应该是 T H。好 ，H 啊 ，H， 你瞧。哦，我这应该是 TH， 对，另外一个转到反过来，对，这样，对，反过来，反正转成一条线把它就，啊，那边转一下，那就是一个 A 吗 ？A 吧，哦 ，A， 这个一定是 A 了 ，A 和谁？那我觉得这就是 L 吧，不是 L 吗？那真就是 L，W E A L， 那就是 Wealth 那个财富。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它这个箭头指向下是什么？就让我们看这个吗？把眼睛放在里面看吗？那就能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哎，没有啊。把手伸进去。那手伸进去呢？隐藏牢房开启方式，将三个牢房内机关转到财富位，按下，这已经转到了，按了啊，三二一，走你，按了，开了，这个，好，走，好，走，哦，女人在这，哎，女人。哎，女人，被抓的女人吗？他们给这不是？那你不是 mother？ 哎，你过来，我哎，父亲，哎，这不是？那你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你们，这不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那船长说，你们是谁？啊？你怎么又来这里了？你哎，你我说了是他吗？我是吗？咱们不是说好藏好海陆图之后就尽量不要见面吗？啊！这些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带他们过来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所以还是想来见见家属。见见家属。不是。你是恩恩，我是恩恩。你怎么证明？我衣服，你那个挂坠。哦，因为你送给我的嘛，所以我一直带着。你的状态不像恩恩。恩恩他是会唱土味情歌给我的。土味情歌，来唱一个。恩恩真就是擅长唱土味情歌，恩恩就擅长。土味情歌，我想想。
对，哇，爱如火，爱如火，你等等，你等等等等。我爱你，你等等等等，真不记词儿，人家都忍不住了。我爱你，我真不记，我还有一个。I love you, I need you, I miss you, Hey, I like you, I like you。对着天空说爱你，哎哎，你会不会忘记？现在你是我永远的动力。这是一首歌吗？你受不了了。真的是你？是我是我是我。但是他们是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一块来到这个船上。我们过来帮他找海路图。对，我们找海路图的。那你刚为什么要故意装作不认识我？没有，我最近睡得有点少，就记性有点不好。真的真的，我记得你。那你不记得海路图啊？啊！快点快点，咱们的疲劳房值班了。来人了！哎，不急，你们别走。这时候哪有疲劳房啊？不要急，等我一会儿啊。快，有人快来了！来不及了，快告诉我，你们过来是要干什么？我们找海路图。海路图？对，你不记得了？不记得，你快告诉我在哪？我们早晨说放在我这儿不安全啊，然后你拿到了餐饮吧。餐饮吧，要是被人发现我们有联系就不好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保重好自己。好吧，快去。You are so beautiful. You are so beautiful.我们去餐饮吧。去餐饮吧，对。恩琪，你应该在那陪他。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走走走，餐饮吧，走。别搞我！没事儿，没事，咱往边儿靠。没事吗？别搞阿福，你去跟他。别搞阿福，你去跟他 battle。就穿 No.1 做自己的 No.1 本节目由潮流服饰品牌 No.1 独家冠名播出。